欢迎各位穷人准备收看本月的时光组之星 Top 5。这几位时光组都是在绝地求生当中非常知名的时光组，他们在本周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啊！操你妈的！哇，反应好快！哎呦，死完了，牛逼！牛逼呀！他死了，上面就在上面，不会。在这个背车，这个爆了的车后面有一个。倒三。灭队，盖只是戴住眼罩，有点看不清楚敌人在哪里。现在呢？继续闪开。